我来用台语念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伊个是国语写，国语写我可能有大家爱转一下，爱变一下安尼吼。这张无到缘投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大哥见啦，大哥见。张老师翕的，小张，我让你看我翕的。啊，张会使的。团长，这个标题好无？哦，对，玉清无怜为力，啊，希望大家来斗三工，安尼好无？哦，好，这个标题。好。团长，你想哦。哈哈哈！你想看，看也去看哦。啊，无你希望买什么？拉的是吧？哎，把咱看了，搭转来小标题，吼，安尼，吼。啊，这张相片是临时你来，可能爱去换，吼。嗯。啊，我对细汉伫，就伫袂了大汉吼。啊，虽然初中读无毕业，平常时唔但关心公共事务，也会主动提出建议，予老村长注意。选出来选村长，在民国83年的时阵，有5个人竞选。我安尼唔对，这点吼，这点我先讲一下，不是83年，这是87年呀。竞选是83年。竞选是87年，这届我无竞选，伊是推荐的，而且是干那推荐，干那我届。无人参加。咱等下再问清楚吼。这，我先甲你讲一下，你要注意一下吼。这，你阿弟拢记过。是我写的啦。我说话说较无好。你记的吼。啊，有五个人竞选吼，我是上高票当选村长。当时我当下想着讲要尽全力去为村民服务，所以未想到村长会轮到我做啊。其实民国77年的时阵，真啊。你唔对，大家讲哈，啊，其实民国77年的时阵，老村长就有找我，伊讲伊唔捌字，哦，替村民办足济活动，拢唔知影要安怎记录，无法度报销，哦，把家己的赛车拢开了了，哦，看我遮热心，就叫我出来选村长，迄阵拄好，哦，迄阵拄好玉清来卖料的时间。当初我会记咧，大概民国75年的时阵，玉清本来是选择要去宜兰的丽泽，啊，77年的时阵要去桃园的观音，这两个所在拢互拒绝，一直到81年才想讲要来婚姻卖了。哦，人咧讲的婚姻叫做风头水尾，哦，正农作的环境真歹。足侪少年人拢去外口趁食。当初的说明会，王永庆董事长甲阮讲，绝对会做到零污染吼，比国际标准搁较标准。当初的说明会，搁讲吼，台湾若无起玉清生产。石化工业经济无法度甲其他的国家竞争，会真凄惨。佮加上王董的保证，卖了的村民抱着牺牲小我、完成大我的精神，通过予玉清伫卖了设厂，就安尼开始筹备。83年建厂，我嘛伫遮，伫迄个时阵。做村长，彼当时当然有出来抗争的，有为家己的权益的，嘛有为环保的。我做村长的期间，公正只为村民服务甲设想。伫83年的时阵，为村民争取到玉清提供的海域补偿1750万。无偌久，又搁为村内争取到2000万，一任村长了后，因为竞争者感觉村长有甜头，开钱买票，不过我无要买票，就无连任，就算落选，嘛干阿差当选的村长50票，不过20几年来，拢嘛是还咧，
继续关心。啊，这个是下面就会，这也是那自述的吗？对，对，第一人称。好，乐清的分化，居民，若是有人批评，就会用甜头踢因的嘴，用甜头甲因揪我来。我民国83年当阿做船长的时阵，乐清有派一个专员来访问我，恭喜我当选。专员真客气，讲以后乐清有真济代志需要我斗相共，我嘛甲伊讲，我嘛甲伊讲，村内个代志嘛需要因多多合作。后来因就讲，因个厂内底福利社会当包我去做，看我要要阁做啥物，尽量甲因讲。我听了赶紧讲，我袂晓做福利社，其他个代志我嘛毋捌。拜托，唔忙来找我。乐清来了以，来以后，地方陆陆续续有一挂，这叫啥物讲？回馈金。回馈金。台语要怎讲？台语敢若无特别要怎讲？哈。回馈金。回馈金。不是像每一户每一个电表有补助一档600元，后来涉及6个月会使，涉及6个月以上的居民会当每人每档领7200元，乐清会交予公所每年2亿的房屋税。居民会使免交这笔钱，另外乐清有甲专项的人保意外险、甲人寿险。意外险是一个人50万，一般过身的是3万，阮想争取看会当到5万。也有台塑有予婚姻机会，发企业安定基金。大概有20-30亿，数字我记无啥清楚。另外，几冬落来，台塑会予分林县政府30几亿的农业安定基金。毋过，这笔钱是全县各乡镇拢平均去分配，安尼敢有公平？我毋是讲爱全部予卖了，毋过，明明卖了，台塑一挂所在受的污染甲影响上侪。是毋是讲，譬如讲，甲遮个地方，或者个地方60%的基金，其他个乡镇再去分，40%的部分。我这个人做人是，无要摕无应该得到的物件，嘛尽量替地方的乡亲加争取一挂合理的权利。民意代表讲实在，阮袂信的，毋知因摕台塑偌济好处，袂使，甲阮袂使替阮对台塑真情施压。还有听咧讲，听人讲，乐清甲乡长讲好，互伊趁乐清的烟筒的清理费，哦，莫烟筒。可以是莫烟筒吼，乐清内底有400几支烟筒，毋知趁偌济，即就是事实，嘛无法度证实。阮嘛有成立自救会，毋过拢最后拢着煞去，因为听讲无人伫听。过去确实有个人为着要加摕一寡甜头，走去鸡鸭甲台塑抗议，啊毋过足济人。想要出来为地方真正做一寡代志，组织抗争的人，常常会去用讲闲话，讲这个人嘛是要，只是要甲乐清加摕一寡钱，毋是想要做代志，最后就是无人要插伊，哦，感觉足无奈的。我伫民国83年做村长的时阵，处理各种乐清补偿村民的纠纷甲。争取福利，组织村民抗争，足无简单诶。
因为入侵和各种利益低头去分化村民，还有一个补偿农业安定基金、农业啊渔业安定基金，每年一个电表补助600元，只要涉及6个月以上的官民，每冬会当得到7200元的回馈金。这里有一点，因为是雅思，到可以跳一段，这一段一样吗？前面已经讲过了，一直到现在这里，哎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就最后一段，啊，最后一段，一直到今嘛，我嘛是希望乐清会当比较台中火力发电厂，请专家学者。第三方来建立透明公开的监测制度。当初村民要求环保做好上要紧，卖去影响着健康。回应当初王永庆和村民零污染的承诺，恁遮的少年人来做采访来斗三工，拢真需要。跳舞吼，这安尼有啦，安尼跳有啦，但安尼是，你讲安尼是会使啊，但是内底佫，得一点你感觉，你即摆你着佫对头下啊，边头，要对头啊，看头，可以写的要记一下，对，没有就直接去改了吧，我写来了，我跟我。那个竞选的对，你要去整个，放起来哦。我想大家去几张你较下头的，甲你报一下。免啦，老人家就是老了，老就是老了。还有什么？这里面哦，里面自己可以斟酌哈，可以斟酌一下那个，就可以要加强一下。加强也可以啦，你下层讲，你若看阮认为讲哦，有需要讲要加强的，啊唔免的嘛会使啦。你因为即内底恁都唔免一定等我全部，这是拢差不多我讲出来，恁照安尼去，照安尼去写啦吼。啊，若是讲吼，你当讲去讲吼，去内底去要看要加强的，还是要减的，拢会使，这唔免一定等得。照我讲的安尼啦，操！即恁起来差不多是拢有照我讲的安尼落去，拢有落写出来，差不多有啦，操，拢有啦。船长，即个部分有两个部分，即个部分是叫做船长讲故事啦，讲遮白聊的故事。这篇是安尼。嘿，啊，所以用你的口气讲话，敢若你是讲的安尼。阮写有像恁伫讲的无？搁有第二部分啦。搁有。拢有啦。这前面迄个开胃尔。嘿。搁有第二部分。嘿，对。啊，你有感觉讲啥物较重要的无写着无？较重要的无写着的。昨讲的，今讲的故事。啊，是讲。这个。你嘛会使家己讲甲，我就拄则讲过。啊，是讲啥物？甲别人批评的所在，无啥，批评，无啥好讲。爱小姨妹。批评的我嘛无啥甲伊批评着。嘿嘿。这内底我嘛无甲伊。批评，迄个袂是爱。那个不是有被抓去关？那是另外的。无啦，迄是到尾啊，迄个船长，迄个另外的代志，是因某掠去关，嘛是伊掠去关。那个是买地的。哦，买地，买地啊，无下地。因为写到遮都半暝12点，要一点嘛。像甜头台语要哪讲啊？迄要哪讲？就甜头啊。不是，无人安尼讲甜头啊。啊，咱船长就安尼讲啊。怪怪。Thank you.
还是咱第二部分是。因为迄个1750万吼，1750万嘛，着爱甲应该爱搁加强者，就是讲吼，迄个1750万，许个主张吼，爱甲注明者讲吼，主账户吼，啊，伊着是因去分去啦，因去家己来啊，即条吼，即条。啊，过来，搁以后搁争取2000万吼，就是三省有三个部落，三省有。1750万，迄个部分，你讲大西遐有一个龙马来抄代志，迄段会写的袂？我会去互抓去袂？嘿，这就是叫迄个主账户迄。主账户迄分去啦，迄因迄主账户因就是因去主张，主张的因去。主张的才有分去，啊无主张进行抵消啊。啊无主张的变作无啦吼，啊无尾啊，毋知以后来才搁去向，才搁去，才搁找王英庆争取2000万。啊，这2000万转来吼，三省有三个部落，三省村落三个部落，啊三省，伊差不多。差不多是以人口数落去分吼，伊差不多三成啊，因为占较济吼，分1000。啊，你讲迄、那个即、這个部分，大西遐有一个人出来吃有无？啊，迄个邓多啊，迄个啊，迄个老麻，阮会当写袂？迄卖甲写，迄卖甲写，因为迄个，迄是迄个个，迄个个。